大家好，我们是 TSO， 欢迎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交换礼物大赛。今年呢，我们的规矩已经改变了啊，今年就是2000块以上，然后怎么抽？我们这边老板先抽他的礼物。老板，我觉得自己会抽到什么吗？因为我抽到是送给 AB， 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 AB 需要什么东西，而且我这个礼物一定会中，绝对会中。好，那要现在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的礼物非常的重，超级重。17公斤，没有开玩笑，搬过来超累。来来来 ，A B 可以拆一下。那我现在要直接拆。直接拆。等一下，你有猜到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装什么？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猜就知道。哇塞！假娃娃，你说我啊 ？A B 需要假娃娃了，是不是？啊 ，A B A B 就需要假娃娃了吗？咖啡机，它是拉那个生皮，不是拉，是真的一整桶下去的生皮。价格多少？这个讲出来就掉价了啊！对，格局小了兄弟，实不实用？就问实不实用嘛。对，总结一下就是，对我爱喝，而且是全部鲜酿的啤酒哦。以后那公司有谁来的话，就是除了咖啡之外，我们要多一台。欢迎来我们公司。那我抽到的是陈亮。但是就要看你够不够了解啊，应该很难呐、啊，送不到那个点，我送不到他的那个东西，我送的东西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会喜欢吗？不确定，那你送屁啊，就拿回去。没有，我送的东西呢是一个 set， 出发的点是什么？出发的点是因为陈亮之前开始留长头发，哦，护发，跟头发有关系，洗发护发，洗发护发类的吗？他以前就可能送他不喜欢，现在你头发长。所以合理吧？所以是什么呢？然后因为你平常实在太邋遢，所以呢？哦，这是一个组合包，是不是？一个组合包，来第一件最核心的，这个是洗发跟啊，都是英文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是洗发，然后护发跟那个就是保养。OK， 对，洗发、护发跟保养，哎，这个确实实用，因为我现在头发很长，对吧？这个梳子，梳子，哦，看起来特爽。可以，而且它也不是最厉害，这数字很厉害。毛帽，太冷。毛帽，可以。刚好，我也想买个帽子。现在就戴。你看，现在头发不方便了。可以。现在头发有点硬，现在头发有点硬。我必须说，这个东西呢是有重的。有重，有分数。好，换我。我送的人是老板。哦，好呀，我送的人是老板，应该会是点心卡吗？我送老板的东西呢，有料的，有料。老板，这个内裤吗？不是。老板，你猜一下。好，我猜，看起来。我送两，也是一个 set， 里面有两个东西。好，特别适合。哦。为什么我要送老板一个包？因为老板永远只背那个 Burberry 的包包啊！那是你们送的，那也是你们送的、啊。对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东西可能没那么多的时候，哎，轻松一点，轻松的包包太适合我，有选择性。对，我们要员工旅游的时候，对，里面就是要带钱帮大家付结账的时候就包就够了。哎，这种包包最容易装钱的，现金这样对，最好 OK。好，另外东西是什么？我猜是围巾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是，是衣服。因为老板根本没衣服穿，他是怎么样呢？我在白色的吗？那以后你们大概就知道，我大概就每天都穿这件。因为呢，怎么样呢？我在逛那个包的时候，路过看到这件衣服，看，好适合老板。是哪？有这么适合？是哪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有分有重。我抽到的是我吗？郑志龙。不要看，直接拆下来。这是滚筒吗？这是超级滚筒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是超自然震动滚筒。震动滚筒。看起来很棒。因为我最近那个去按摩，还是去整骨还是什么的，帮他按摩还调侃他说他全身都软，那个没救了，软巴巴的，说你全身都没救了。推荐我买滚筒，然后帮助这个就是发力可以正常。好，谢谢兄弟，我每天滚的。怎么看？是现在没电。有。现在没电，恭喜！我现在充电。哦，我送这个非常厉害，换我了。啊，你送的？我送的呢是李俊勤。噔噔噔噔，兄弟，怕啊！好大一个哦！原本哇，不
发了。原本怎么样？看原本还没被骗钱之前，想买了一个 LV 外套，10万块。哦哇哦，哇哦，被骗了之后，哪里能买这个？拍谁？不过我送了这个，绝对符合你的需求。那你先往上看，我帮你猜，好不好？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什么 ？PS5，PS5，PS5，PS5。需要什么？你每天都要用，你最需要的。每天都要用，至少用八个小时。枕头。哦哦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不是为什么特地挑这一款？你再多讲一点，因为它防螨层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尘螨，因为我觉得琪琪可能过敏有点严重，对，加一分，不太顺畅。这个枕头比较硬，你可以甩层层，比较痛。哦，这个绝对是针对个人需求，测氧舒眠型，因为琪琪怎么样？他每天都测氧看影片。你都是这样子吧？把身子卷起来嘛，然后这样子看手机嘛。我知道，我每天都在看你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。我每天都在观察你。OK， 可以。我想来想去太是。可以的，不错啦。来，我送谁？送皮皮。皮皮每天在碎碎念，他有念到他想要什么吗？不要这样子。给我，像洋葱。可以啦。今天几度？温度几度？然后就跟你讲了。今天我想听周杰伦，我想听王力宏的《飘向北方》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看起来脸没有。没有，脸看起来很好。真的可以。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真的可以。啊，我抽到的是 CK。但是我这个还有特别请那个店员帮我调哦。啊，反正先拆啦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吧。可以啊。这个，戴下。而且还是渔夫帽，有，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变形虫的纹路，这边可以调那个。可以吧？这个确实是我会穿的，因为它会用得到，所以我就买。用得到一定有，可以。它偏宽松。这是海关帽。不是，不是这样戴的啦。是僵尸帽。那个我一定会用。收到的是晨晨，然后我的心路历程就是，我本来也是想要送服装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晨晨就是黑色系，然后哪有潮女，然后不然就是一些很屌的饰品。我是觉得本来想买这些，但是这些怕我的口味跟他对，那我只好挑一些，就是我也是一个算是大集合啦。可以张开眼睛吗？可以张开眼睛吗？不行不行，闭好啊！好，你在偷看你就不知道。要打开眼睛。什么意思？好可怕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全部都是狗的玩具，然后呢？对，啊，这个是，这是会叫的，它是可以把零食藏在里面，然后让狗去闻，然后去打扫出来。好了，恭喜伦伦奥迪抽到圣诞礼物。谢谢，伦伦奥迪说谢谢。可以用得到吗？用得到，用得到，实用。这个可以跟他玩啊。可以，这个啊，我送的是我送给黄存在啦。他的礼物，我觉得他会喜欢吧。给他自己看。我没有养狗，完蛋了。我有猜到。对不对？队长就是要穿高筒，因为他们都低筒的嘛。哎，我是真的，本来想说真的要买，真的。我那天听到你说小马就说，哦，不对，我中了。好了，看来今天交换礼物是一个算是大成功啦，大成功。对，以后就这样玩了。对，那也没什么好评分的，因为大家表面上都很开心，OK，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。祝大家圣诞快乐！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现在有频道会员，里面会有一些独家好礼、独家内容。OK， 大家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 DJ 周。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是 YouTube 官方频道会员正式成立啦！我们的频道总共有3个会员等级，
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订阅不同的方案，只要成为频道会员就可以看到相关影片，例如影片花絮、直播节目等等。第三阶的会员额外享有比较特别的福利，如果有线下活动，例如粉丝见面会，第三阶会员将享有活动参加的优先权。随着加入频道会员的时间越久，你能解锁更多不同颜色的会员勋章。当然没有加入会员也没有关系，只是你加入了会员，你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还不快点加入！